天气变热，高雄最近毒蚊肆虐，不仅是居民一个晚上要起来打蚊子好几次，根本睡不好，连职棒拉米狗拉拉队的女队员也受害，因为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穿着短裙，结果一双美腿被蚊子大军叮成了红豆冰。高雄市卫生局表示会加强沟渠里的喷药。四五月的春夏交替季节，病媒蚊问题总是浮上台面，连拉拉队正妹白皙美腿一整天下来都被叮成了，就不得性。记者实际测试，光是电蚊拍一挥就打趴了一堆蚊子。除了民众爱去的公园之外，连饭店业者也深受其扰，因为防蚊动作跟不上蚊子滋生速度，蚊子多到连顾客都害怕。正好等候车子，那打开门啊，有几只蚊子跑进去，他们就直接说：“哎，高雄蚊子好像密度高一点。”根据统计，今年目前就有一例登革热个案，不过卫生局也将做周期性的喷药措施。就是我们有一种大型的积水地下室，然后已经有很大量的滋生炎的产生，我们才会去做防治性的措施。提醒民众居家卫生，多留意到户外环境，做好防蚊动作，病媒蚊问题就不再只是麻烦事。记者马玉文、宋德威高雄报道。